那时候漂亮，那时候应该还能够高的那一下，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唔单止爱甲咱三甲想迄个约翰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中间所有的遐足要紧的福音书的详解。人讲这是差不多福音书的内底的上界重要的部分啊，结成伫这个所在。今年较早时啊，差不多三月的时阵，啊，我有一个真好的老师过身，啊，伊的名叫做安摩利，啊，伊是伫英国出世，然后伊。在英国有两间很出名的大学，一间就是牛津大学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剑桥，啊，他两间都在读。伊牛津是去读迄个历史，啊，到剑桥是去读迄个神学。啊，拄拄伊读毕业的时代渐渐无法，啊，所以伊伫。在准备要去中国做传授教师，啊，伊因为战争所以较慢，啊，慢的中间，上帝甲伊备办，互伊去读汉文，啊，会晓又过去读迄个北京语，啊，到战争煞的时阵，伊就收派，啊，去泉州，我伫两三年前。专工去泉州去看讲泉州生做甚物款，啊，这个阿摩利老师，伊就是去泉州，啊，伫遐搁读甚物，读泉州的话，啊，泉州话甲咱台湾话要差不多，哎，费两年久，啊，差不多到1948，伊差不多毕业，你有该想看讲伊差不多。19岁，啊，伊对头一直准备到伫泉州29岁，啊，1948，伊想讲啊，我即摆长大，大年，我即摆要咪爱来开始做迄个宣教的工，伊想讲嘛，小可休困一下，伊真爱画图，啊，伊真爱欣赏迄个泉州的。四周以下的古迹，啊，所以伊就派迄个画图迄个，英国讲 canvas， 啊，佮摕一挂迄个色彩，啊，去到郊外，啊，去啊猜落去，啊，这边爱开始来看古迹，要来画，啊，有几啊一阵的囡仔来，讲烦啊烦啊，烦地都。放着洗身躯，啊！我阁加一句，伊伫几若年前我去找伊时，伊在甲我讲，迄个时阵互伊个迄个印象真深。烦啊烦啊，烦偏方，语气讲袂通，烦啊话拢免讲，这就是互伊啊哩真大个伤，不过。对，细汉的时阵，啊，就准备讲有一日要去中国去算。现在伊有在甲我讲讲，台湾的囡仔吼，还是讲台湾的人吼，较无遐粗鲁，看到迄落白面的人，啊，对英国、对欧洲来，就讲烦啊烦啊。伊讲台湾。点菜较惯习，啊，因为台湾有靠接触到迄个日本啊，甲西洋，但嘛有真侪好个传教士。即个安摩利后来1948-49迄阵就来台湾，啊，伫台南市内做副院长，伫遐，啊，阮拄拄就是去台南市内读，啊，受伊甲阮教示。较早伫台南市内，有一个先生叫做宋仲坚。宋仲坚
迄个时代，差不多完了，要到一百年前。迄个时代，人在讲，迄个白人、澳洲的人讲做红面番，还是讲讲迄个红头毛的、白面的红毛番。伊讲，伊甲遐是人先讲讲，恁讲万番，万讲面番。啊！就爱看什么人甲咱做裁判，啥人较烦？这就是一种的人，拢想讲伊家己是真体面、真文化、真开明，别人喜欢。我伫英国教会做牧师的时阵，啊，给我派十二间的三地教会，啊，三地教会的中间有真侪是无论。我唔知咱中间有人迄阵甲李文良长老甲我做伙去两三摆去山地，有人迄阵甲我做伙去无？董先生，你有阵有去无？那就无。迄个时阵有，若去到山地，拢去行十日，还是行一几礼拜，啊去巡回。啊，我迄个时阵，甲差不多150个人说咧，迄个印象真大。迄个时阵，我会使讲是。囡仔老师，无论我后来啊，差不多两三四年前，我有哪有捌过去无论的所在？啊，伊才咧甲我讲，讲无论是啥物意思？讲无论都是人呐。啊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你若唔是无论吼，你都唔是人呐。啊，我才会记得讲，拄着八八水灾的时阵吼，大水灾的时阵。啊，总统吼、马英九啊，去到迄个灾区，啊，甲遐灾民讲啊啦，讲我即摆吼无看恁，无我即摆看恁做啦。意思就是讲啊，前到呾我吼无想讲恁是人，啊，即摆我看恁做啦，看啥人较，看啥人较无开的，伊个迄个潜意识。就是伫迄个深深的所在，无予人知影的所在，伊想讲遐个原住民，就是番仔，啊，所以番仔就是都毋是人，啊，所以我前到呾想讲伊毋是人，啊，即摆我甲恁看做，看是偌大个影响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，耶和华上帝创造人的时阵。用上帝伊家己的相来做人，所以咱若是人，咱若是文物，大家拢是上帝的相。你若把咱看作不是人，那呢，你就是侮辱上帝的相。这个世界，我会使来讲讲，若无根，也若无真理，若无真理，他若无根哦。都是翻啦，都是无开明，都是无啊无真理啊无根，迄款的所在，都是无开化无开明的所在。约翰三章十六节非常出名，讲上帝疼惜的，将伊独生子收赎世界，予信仰信伊的人未沉沦，会得到永远光。啊！伊佫加一句，讲伊疼世界到安尼。啊！我调侃解翻嘞，本来迄、那个咱的圣经翻的了不对，毋是世间，毋是上帝疼世间，上帝疼世界。迄、那个英语是 world， 啊，迄、那个希腊语是 cosmos， 上帝疼世界，毋是干那世间人的，毋是干那世间的。咱今仔日。有在讲迄、那个，有在讲迄个环境，还是讲有在讲起迄个环保的问题。上帝都是关心咱的，但唔是干那人个俩，咱的环保，所以上帝疼世界。你若假使会疼世界，我唔说讲你都爱贪婪世界，你都爱疼世界，那安尼的时阵，你就会晓得保障。上帝好人，
的这个自然的世界，上帝所给咱的上大的修饰保密。罗马第十四章十七节，伊安尼讲讲，上帝国不在人间，是在地基。啊，讲和平甲平安甲宽裕，和平平安平安甲圣神的喜乐。上帝爱咱享受伫这个世界，不是你所在食的物件，你所在看的光景物件，都是要爱互你有喜乐。我爱甲咱三甲咱想真理，大家想迄个根。这两句圣经，圣经章，这两句话是对早起的圣经章，对遐提出来。行真理，迄真理，不是干那学习、干那学、干那办的了。真理是要爱互你行的，啊，这就是基督教的上界大的迄个奥妙的所在。你真理会当用行。较早，我就讲较早十七世纪有一个数学家，当时伊也是一个宗教家，伊个名叫 Blaise Pascal， 啊，汉文改的翻译做巴斯卡。巴斯卡，这个巴斯卡是一个足出名的数学家，伊十几岁就开始在做数学。伊老爸无爱伊做数学，啊，伊家干那要爱做数学。啊，一个上出名的伊个定理就是啥？讲三角形的迄个内面的三个角吼，甲加起来是180度。迄是帕斯卡，伊头一个讲出来。啊，十一岁还是十五岁时阵，伊就亲像遐尼好个天才。啊，伊写迄个白相约。在上落的内底，伊有一个足出名的迄个一句话，讲人吼，若想讲要亲像天使，亲像要爱假做天使的时阵吼，伊愈爱要做天使，啊，伊愈变成做天使。就是帕斯卡安尼讲，我该想咩啊？你想讲遐独裁者，像讲迄个。希特勒，伊想讲吼，伊是一个亲像要甲亲像迄个去神明安尼，亲像天神，伊主格，啊，伊所做诶代志，主亲像天神。帕斯卡在讲诶意思就是讲，人，你着爱真正去追找迄个人诶理想，追找迄个人诶理想，追找迄个人诶终极诶目标。迄就是真理。啊，我早起爱一摆介绍一个咱台湾的一个，啊，甲中华有关的，诶，较早的牧师叫做林学强。啊，伊的迄个本来名做林赤马，啊，伊本来是对迄个秀才家庭出来，啊，有着信道理，受济的艰苦。就是伊安尼坚信伊个信仰，啊，伊后来做基督徒，啊，做基督徒了，啊，伊就去读神学，啊，后来做传道。伊传道头一个做个代志是甚物？就是打迄个圣经个迄个单福音书个单本，就讲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，迄个单本个迄个圣经，啊，台湾各所在去。我甲伊看讲，这个林学强，伊是咧行真理的人，台湾的真理拢互伊行到透透，互伊知影。拄拄这个林学强，伫1895年，伊互人互教会甲伊派伫马甸伫平湖，啊，咱知影迄年日本来摕台湾，啊，要摕台湾的大生去摕。提迄个平湖，啊，平湖因头啊，即呐，咱来读迄个台湾的历史，台湾教会历史，你看，遐
在台湾人真正马经遐行教的人拢走入去，啊，一本本啊啦，将迄个礼拜堂改做迄条路顶。后来听到，讲，迄是教会的啊礼拜堂，啊，因后来才找基督徒啊，甲因回释的，因为内底一本本的内底基督徒。迄个时阵，因才听到讲，林车咧，捌行台湾，行透透，担福音，迄个，因较早咧做团队吼，啊，无像即摆较斯文，做团队就爱，各所在去行去卖迄个圣经的单行本。伊讲啊，你，阮就要去台湾去接台湾，啊，拜托你来甲阮带，啊，伊就。都我们将火迄个一本本解压，啊，就解带来，啊，带来台湾都去行，啊，一本就是要占台湾，啊，一个所在一个所在，要去占的中间，因感觉讲系这个真正林车的这个林学强真正有够，真正有捌台湾，啊，带了见台湾，差不多台湾对几哪方面来。用一本本来讲，讲到尾啊，已经唔免阁讲的时阵，因甲林学强讲，林学强，你，阮特别甲你想，我特别感觉讲，迄个时阵，迄个林学强的迄个对治，迄个真理对治，迄个宗教的迄个基督教的迄个信仰是完全。我较早伫咱伫烟火遮做牧师啊，住伫烟火遮啊，对面迄边就是迄个高显贤的老母的房，互我足有一个印象。甲高显贤啊，甲刘车尾家平看嘛，高显贤伊去带一本本来行，啊，咱刘车尾嘛是去带一本本来行，一本本甲。林车尾讲，你无论什么，我拢要受你。你知影讲，咱知影讲，高显贤加拿土地都几啊万家，啊，阳关，啊，佫互伊做迄个上院的议员。即、這个林车尾家讲，我要爱赶紧转来去吗？佮转来去听的话，我一直在做啥？我嘛在做团队，啊！你一个月赚偌济？那是讲，现在是五十多，五十块。是本本家讲八家，就是将房贷。你日本军在想的是几万家，啊是讲相关的迄特权。啊，伊唔，伊讲我要去团队哩，我要爱行迄个耶稣基督的真理，耶稣基督的。迄、那个目标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路，我要行一年。日本的人想无，我世界后遐尼戆的人，我要想遐尼济话，迄就是我感觉讲，得行真理就是真实的。后来咱知影一个林学强，就是彰化教会头一个做牧师的，就是林学强。女朋友家己带到顶，迄个叫伊到顶个后来伫上班，啊做头一个上班的事。罗马的时代，啊差不多一百二十年的时阵，有迄个罗马的皇帝在想讲，我听着讲基督徒吼，啊基督教吼是怪教，啊怪。怪百姓、怪宗，去甲查看来，看伊是外派。后来人去找着讲基督徒吼，基督徒是迄、那个大家无伫做乱做，啊行为啊讲话，逐项拢是照起讲，哪里因拢是有即、這个。用信心做中心，落去在生活。
爱国每每礼拜还是讲每个月，都拢爱有参加做伙来修一个圣餐，来修一个特别的仪礼。罗马的迄个时阵，对基督教也无好印象，就是事实是在基督徒已经是在行真理，不是在恢复逻辑。日本有一个作家，伊的名叫西内辽太郎，西内辽太郎。讲我家己不是基督徒，伊讲伊是不加啦。就是伊讲有一项伊会当确实知影，就是讲基督徒吼，无论伊伫什么所在，伫什么款的情形，伊在做代志，无乌白做，拢有照起干。意思就是讲，照尽力在做代志。因为呐，因的念头、因的信仰的内底，信仰有上帝，所以因拢有信仰有上帝，所以无恢恢乱做。这就是基督徒，连约翰福音团队甲人讲讲，因都行尽力，都是亲像安尼。啊，搁一句话，就是讲，恁着就根根，这根是咱上帝创造予咱的中间的上界大的迄个修饰是修，就是根了。你若无根哦，你也无色彩，因为若无根色彩，拢无意思。上帝用根来造世界，造宇宙。啊，这个根也是创造的时阵头一个，上帝讲根就根头一个修饰。都是这个根在表示什么？表示讲上帝这造，啊恁啊是讲咱伫上帝迄个根造的下面，咱会晓。辨别什么？啊，咱会晓看出什么是对，什么是唔对，啊，会当照上帝的光落去行道。马太第五章十十二下讲，恁的义若无较赢祭司甲法利赛人，恁就袂当有份伫天国。意思就是讲。经学书法比赛人哦，更改造的时阵哦，哦，因遐是非常牛的迄个宗教家呢。大家啦，若看到经学书，较早遐犹太人就讲哦，这是了不起。看到法比赛人哦，这嘛了不起，大汉拢照迄个古用的法律拢在行啦。所以马太第五章。这里是常常说，就是你讲，就是讲上帝跟一个个照，在法利赛人甲祭司的时阵，所有的内底是贪官污吏啦，所以像讲吝啬啦、不义啦，大汉拢做出来。所以你的义，若无看赢，在祭司还是法利赛人，恁就袂当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里啊，有在讲上帝啊，你吼，这诗人讲，你无论伫倒位，我无论走去甲倒位，你都拢，你的光拢会照到。我走去甲阴间，啊，我走去甲倒位，啊，你都拢知影我伫倒位。上帝光就是清楚啊，你若愈想要走。啊！你想讲要多想对迄个光走去别位，上帝的光我来会甲你照到，互你无通讲所避的所在。要紧，咱做上帝的做人，要紧是安那，会晓看见。你有上帝的光，总是你若袂晓看见，你就迄光。
对你都拢无利益。你办你卖，耶稣讲耶稣啊，求你啊，耶稣啊，你甲我帮忙帮忙哦，这个台北的好诶，耶稣，你甲我帮忙。耶稣，人人甲讲你，你点点，你卖过来，开大声，你一发大声，叫耶稣来甲你帮忙。耶稣来的时阵，甲伊讲，你爱我，甲你创啥物？伊讲，我爱得到看见。咱在多少信息，甲伊讲，世界的真光，我唔嘛讲，后来改做做世界的真光是耶稣。把你卖，讲，我知影讲，这世界有光，就是我爱得到看见。咱做基督徒。咱不是就爱我那亲像一款的态度。咱刚才在讲阿哪呢？咱出世就目睭无看见的人，今仔日会遐望人咩啊？我伫讲的意思就是讲，伫迄个心灵的内面，的迄个看爱看见，咱爱找迄个根。特别我爱，咱大家拢知影有一个女主。伊个名叫做 Helen Keller， Helen Keller， 佮是，迄个 Helen 是，我听伊讲翻译做凯勒，迄个，海伦啦吼，凯勒，伊是1840年，活到1880，活88岁，伊对细汉个时看病，耳仔煞无听。后来目睭嘛煞无看见，耳也无，目睭也无，都是上帝手术真好的老师。哎，老师的名啊叫做安妮苏利文，然后安妮苏利文阿姨甲这个 Helen Keller 改传回去跟。就是伊无看见，伊无听见，总、就是用方法，互伊看见讲，这个世界要过一个心灵的光。所以伊后来读册，后来栽培，后来用伊的方法听，啊，用伊的方法看。就讲有一摆在演讲的时阵，伊讲啥物啊？予大家真感动，大家拍鼓啊！伊讲多谢恁拍鼓啊！我啥人才知？讲伊会当对迄个 vibration 知影讲，人伊拍鼓啊！其实安尼讲，即巴蒂麦讲，我爱得着看见，就是讲心之亲像迄个起来即款的，无办法听，无办法看，要过上帝会当甲伊开迄个心灵的目睭，互伊会当。就不跟耶稣讲，我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伊讲第八，伊讲真理会予人得到自由。世界真光，要予人看，予人会当自由，会当行咱的路，无比较简单。有真理，搁有光照的人。就的确唔是凡啊！行真理，搁就用光来活，迄款的人生绝对是跟正直、有信心、有贴心、有愿望、搁有喜乐，是得救的人生。耶稣是为着拯救你甲我来这个世界，信伊的人。未沉沦，未得到永远活，因为上帝疼世界的人，世界，啊，甲世界的人，疼你甲我，疼到收拾伊的独生子，是顶伫是伊，伊疼世界到底，咱今日就来回应伊的真理，甲来。就闻伊的真光来行伫咧真光，
I got it, do it.悲伤的，多谢你的恩典，救赎耶稣基督。伊是真理，你爱阮行，伊所爱阮行的旨意。伊是光，是你所显现伙伴，光明光照。叫你今早去照阮，互阮。就根根，互阮明白真理，来做你好心中的学生，可以来所祈祷的圣名祈祷。阿门。